关于冯占中的词，王国维曾经写过一段批评冯延巳的词的话，他说正中词，就是他说王国维说正中就是冯延巳，他说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常无色大。他说冯正中的词表面看起来虽然也没有失去五代词的风格，五代词的风格常常写上蠢乱别的哀伤，表面上看起来，他说每到春来我惆怅还依旧，也是春的感情，可是他的唐无就特别大，所以唐无特大者，唐无是指的建设，唐是那个正厅的厅堂，无是两边厢房的这个厢无的建筑，所以唐无者就说它的规模它的内容是特别大，他说超出花间的范围之外，他后面说是在花间词的范围，在花间的范围之外，我要说怎么就在花间词的范围之外了呢？花间词有的词就写男女的感情，就是写男女的感情。文清云的词，他给我们的联想是说他不写具体的事件，给我们一个美感的形象，这美感的形象就只是感觉，美感的形象就只是一种感觉，一种知觉上的感受。小山的重叠是近明灭，藕丝的秋色浅，人胜的参差近。韦庄的词写的昨夜夜半，写的这个地在那年花下，他写的感情很真挚，给我们的是一种感动，这是第二个层次，一种感情上的感动。而冯占中的词给我们是一种感发，王国维还说了，这里我删掉了几句话，王国维本来说的是这个冯振中的词是唐武特大，他说与中后二主词，就是与南唐中主、南唐李后主的词都是在花间范围之外，他给我们的是一种感发，现在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跟张惠言讲温庭筠的词的方式做一个对比。我们第一点中曾经讲说词那种文学形式跟诗不同，它是给我们更多的联想的，诗是言志的，至今尧舜上，朱门酒肉臭，柳动死骨，词是要引发我们一种内心深处的幽微隐约的感情，所以词是很妙的一种文学体式。可是张惠言讲的时候，他说温庭筠的词有比兴寄托的意思，他是用这个比兴来讲的，他是说像温庭筠的照画前后镜，就是离骚的出俗的意思，他是一种比，就是说因为他写衣服，温庭筠写的是衣服的美丽，屈原也写了衣服的美丽，温庭筠写了峨眉，屈原也写了峨眉，是从字面上的联想，是字面上的笔赋的联想。可是当王国维读冯振中的词，读中主的词，读后主的词，他所讲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欣赏词的第二种角度，第二种方式。我曾经在开始时候也讲过了，我说我们读者对于词的解释把它加以一种诠释，使一个艺术的作品成为一个美学的课题，对它加以欣赏。王国维所用的是一种感发的方式。什么叫做感发的方式？我今天是要把冯正中跟这个南唐啊，这个中主或者后主
结合起来讲，可能我的讲的比较凌乱啊，我尽量把它整理的有条理。我们看南唐的钟嘱的一首词，在第九页，山花子，他说寒淡向晓，酒翠夜残，细分愁体在碧波间，环玉如广共憔悴，是不堪看。这个版本有不同，有的是细分愁体碧波间，有的是环玉少广共憔悴，不堪看。王国维说什么？王国维说南唐钟嘱的寒淡向晓，翠夜残，细访愁体在碧波间，就有美人迟暮的悲哀了，是一种感发的联想。还有南唐的后主的词，王国维也说了，他后主所写的词好像有基督西方的耶稣基督，好像是释迦印度的佛，一种释迦，有当贺人间罪恶的意思。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后主的时候再仔细的讲当贺人间罪恶的意思，这是一种感发。钟嘱不见得有这个意思，后主也没有这样的意思，而是完全是这个感情的意境给人的联想的感发，是纯粹出于诗歌的那个感发的生命给人的感发，不是伪装的情事，不是温庭筠的这个字句上的相近似的联想，纯粹是一种感发的生命。冯正中的词所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他说的是一种缠绵的不能够摆脱的不能够抛掷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谁道先请抛掷酒，是每到春来就惆怅还你酒，日日花钱也常病酒，是不辞尽力的祝延寿。他说日日花钱就常病酒。冯延巳的词我们看他的写的口吻，他总是我们说盘旋沉郁，就是说他对于感情是执着的，是抛弃不掉的。所以说每到春来说惆怅还依旧，说日日花钱，你看他说日日说常病酒，他说谁道先请抛掷酒，说每到春来说惆怅还依旧，说日日花钱我常病酒，还不辞尽力的祝延寿，是这一份固执的执着的不改变的，虽然在痛苦之中也不放弃的一种感情的境界。在我们所讲的这三个词人里边，如果按照西方的这个 tragedy 的悲剧的精神来说，冯延巳的词是最有悲剧的精神的，就是说他有一种在痛苦之前执着而且不放弃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他说日日花钱是常病酒。我们说为什么在日日花钱常病酒呢？为什么要在日日花钱常病酒？我昨天曾经举了杜甫的两句诗，我昨天曾经提到杜甫的两句诗没有写出来。杜甫的诗我说有两句诗是这样写的，他说是且看欲尽花景艳，莫厌尚多是酒入春。欲尽的花景艳写的很好。什么叫经典的花？我们看其他的生物，你今天看见它是如此，你过了好几个月看它还是如此，你今年看它是如此，明年看它改变也不大，但是只有花，你眼看它含苞，眼看它开放，眼看它零落。81年我跟我女儿回来住在友谊宾馆那里，有一天早晨我们
去上课的时候看到院子一棵榆叶梅，我们北京所特有的一种花，榆叶开得很茂盛，我们说我们应该给它照一个相，可是我们都有课就去上课了，回来当天下午北京的春天就起了大风，这花转眼之间就都零了，真是花惊艳，你眼看它含苞，眼看它开放，眼看它就零落了。杜甫说，虽然花已经是要开完了，欲尽的花经验，可是今天还有一些个残花在树枝上，是且看也就姑且看一看，且看欲尽花经验，因为再过两天连这个欲尽的花也没有了。而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对着这样好的花就要饮酒，酒已经喝得很多了，你莫咽，你不要推辞，莫咽那剩多的酒入唇，因为你明天再想看花来饮酒，花也没有了，你再饮酒就没有意思，所以今天就莫咽剩多的酒入唇。这正是冯正中所写的日日花前就唱杜酒，因为有花的日子不多，所以今天能够有花在你的眼前花前，你尽管是喝酒已经病酒已经沉醉了，你不要推辞，是日日花前，我常常是病酒，为什么花前常常病酒，就是我对于花有这么珍重的爱赏的感情，我不能够我不忍心看到它的零落，所以我在它有花的时候我就要欣赏它，所以他说不辞尽力的祝延寿，这只有冯正中才会写出这样的词句来。这样的词句有什么特色？不辞尽力的祝延寿，它表现了几点特色。一个是它的不辞两个字，我说冯正中是有悲剧的精神，因为他是在艰苦困难之中，他是有一种奋斗，有一种挣扎的努力，所以悲剧的精神就是你在痛苦艰险之中，你有一种挣扎的有一种奋斗的这样的努力，不甘心就失败下去，才有悲剧的精神。人家打你一拳，你马上就摔倒了，再也不爬起来了，那还有什么悲剧的精神？悲剧的精神就是因为他是经过了挣扎奋斗的努力，最后他失败了，我最后虽然失败，但是我是挣扎奋斗过的。这个冯正中的词就是有表现了这样的一种精神，这样的一种感情的意境，就是说不辞两个字，这种执着的在苦难之中挣扎的精神。还不仅如此，冯延巳的这个词里面还表现了一点特色，就是他的敬礼两个字。这敬礼两个字代表的什么？敬礼的两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自觉，是一种反省。冯正中的这个悲剧的性格是带着反省的色彩的。有的人是莫名其妙的就走上了一个悲哀的下场的，冯正中不是的。他说我花钱常病酒，我花钱病酒自己为他憔悴消瘦，难道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的朱颜寿就代表他在挣扎奋斗之中所付上的这种代价，这种努力。他说我知道我的朱颜寿是敬礼，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自己有反省，我自己有自觉。那你说你就放下就好了，你既然是痛苦，既然是朱颜寿，你就不要病酒了，你就不要再赏花了。他说我不辞再敬礼的朱颜寿。这是冯正中的词的在感情的意境上的一个特色。我们先讲了他感情意境上的特色，我们现在就要讲了为什么冯正中的词在感情上表现了这样的一种特色。
饶宗颐先生，刚才我们写了饶宗颐先生的对他的批评。饶宗颐先生讲到这两句词的时候，饶宗颐先生对这两句词他写了两句的评语。他说这两句词所表现的是什么？他说冯振中的这两句词所表现的是鞠躬尽瘁，是巨匠开济老臣怀抱。说冯振中的词像日日花钱长病酒，不辞敬礼的中年寿，所表现的是鞠躬尽瘁。鞠躬尽瘁出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说臣鞠躬尽瘁是死而好矣，躬是我的身体，瘁是我的劳力，我要把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的劳力奉献出来，鞠躬尽瘁至死而后已。啊，饶宗颐说这表现的是开济的老臣的怀抱。什么叫开济老臣怀抱？是杜甫写诸葛亮说是两朝开济是老臣行。他说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开国，而在后主的这种国家危难的时候，他想要挽回几次出师，这是开济。两朝开济是老臣行。他说冯振中的日花钱长病酒，不辞敬礼朱颜寿，写的是鞠躬尽瘁，巨匠开济的老臣怀抱。我们说为什么冯振中的这种感情引起来引起来饶宗颐先生这样的联想呢？我们刚才就简单的看了冯振中的一个生平的背景。冯振中是一个注定的命中注定了的悲剧的人，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什么人你能够说他生下来就注定要走悲剧的命运吗？这是天下最大的不幸的事。冯振中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冯振中为什么我说他生来就注定了一个悲剧的命运，要走这样的一条路子呢？我们说他是南唐的词人，这样说就比较简单了。我们要对他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简单的要说是因为冯振中是广陵人，就是在南唐的土地之内。还不只是如此，南唐的所有的这个国内的人民不一定都跟南唐的国家同样走上悲剧的命运。因为冯振中的父亲叫做冯令君，冯令君在南唐的时候曾经做到吏部尚书的这样的官职，一个很高的官职，是冯令君。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冯令君，在南唐做到吏部尚书这样的官职。而且冯延巳自从他年轻的时候起，也就跟南唐的宫廷之中，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有了密切的交往。南唐的第一个立国自己称皇帝的第一个君主就是南唐的列祖李昪，然后才有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南唐的列祖李昪的时候就叫冯延巳跟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中主李璟，就相交游。而冯延巳比李璟要大十几岁，当冯延巳二十几岁的时候，当中主李璟十几岁的时候，两个就人就因为冯振中的父亲是吏部尚书，而中主的父亲就是南唐的列祖，所以他是以世家的关系很早就在南唐这个宫廷之内与中主相交往了。当中主做太子的时候，曾经封作吴王，曾经封作齐王，
冯正中就在吴王齐王的幕府之中给他做长书记的职务。等到列祖李昪死去了，等到庄主李景继位了，所以自然而然，于是冯正中就官至宰相。我现在顺便补充一句，中国的小词歌言酒席之间歌唱的爱情的歌曲，为什么一下子就有了这么深远的含义呢？这个词我要说真是很奇妙的，就因为词从一开始下手文人诗客，下手来写词的人里边出现了几个不平凡的人，他们的学问、他们的修养、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身世的遭遇都是不平凡的。